爱是不分种族，爱是不分贵贱。希望用这首无声的手鼓歌，当代大家用心中有爱，人见人爱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须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足体肤。这是孟主席说的一句很好的观点。在过去有一部电影叫做《汪洋中一瓢船》，正风行不是，他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须苦其心志的一个刻苦耐劳的人类。那我们今天再回顾40年前的片子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，我们掌声鼓励，用快乐伙伴演唱这首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，掌声鼓励。也要为他一想，他穿西服。